劈腿被抓到，哎呦，都分手了，没有什么好讲的。天哪，哇，真的耶！不要讲他，讲他也很好，不要讲他了。你分手还可以做朋友就好了。你有没有大哭？知道之后？偷偷该承认好还是不该承认？你只要回答这题，我就保障你回座位，不用再讲这个题。好了，我有大哭。好可怜哦，好可怜哦，为什么还可以当好朋友啊？你怎么还请问这题还问呢、啊？没有高跟鞋是不是没气势？对啊，没有气势，一路还是蛮像人的。你自己说他是不是有点人妖的味道在？他有点像我扮女装的样子。他是礼貌型的还是哪一种型？我不晓得他现在是怎样，可能要问他现任的女朋友。他以前怎样？哎呦，这根本就不是那个来聊女明星的睡衣啊。王以璐呢？如果报纸上面登你的事情，你会弄得不高兴吗？不会，都习惯了，登了800次了吧？就是都一直登同一个人呢、啊。可是如果有主持人一直问的话，其实我内心还蛮不高兴，而且又很大牌，我又不能讲。现在发你自己的意思？没有，我不敢。哎、欸，有一次大哭呢，你真的要哭吗？不是录影，你有播出来啊？哦，对，有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在我们节目常常哭。哪有，我哪有大哭？可是他不是月老庙好像。可是你又抖了什么八卦？真的有播出来耶，还在讲林心如。我觉得心如不管跟谁做朋友，女朋友那个人的女朋友都会吃醋吧？才不会。Okay, 那王以璐呢？王以璐可以啊，哥们啊，你看力道那么强，这比较难的嘛？你在搅和你爸，保护你，什么时候不出来？你在那边走开，你也照打，打过去，要打你先打他。他那时候跟张天林分手的时候是找，先干嘛？你男人啊，你男人啊，动不动出手，先不要，你先干嘛？有种打他，打你啊！先不要，你先不要。许熙娣，这群来宾自己身上浑身都是弱点，还不准我们碰，真的是。干嘛还发脾气来宾？我觉得以璐其实以他的姿色还是很危险的啊，就是男生还是会觉得，如果以男人来讲的话，他是漂亮的。对呀，那。那以你人的角度，你觉得他是？以女人的角度，你觉得他是？以他身为男儿身这个角度，你把他放到军中，他绝对是最漂亮的。你真的不要逼我在节目上打人。请林心如就坐吧，欢迎你哦。Dana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坐。那是给女生坐的。可是我觉得他们之间没有火花，哎，就顶多是像多年不见的军中同袍啊。军中同袍，对。快点！快点，快点！他们现在不喜欢我们，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妹了。你是妹啊？你怎么不是妹？老妹还敢出门？不是妹的是王以璐。王以璐现在是妹了啦，经过军中多年的淬炼。要两别你。我们俩是军中同袍，在别你，我跟你讲。王以璐遇到每件事情都用拳头解决，你可不可以好好说？我们有话好说，可不可以？他很 man 的。不过大家都跟我称赞说，以璐就是在画面上看起来很漂亮。本人。走开！我今天一定要打他。因为你知道蔡康永一直在化妆间说你上别的节目有多漂亮，说你在荧幕上好美，我就说你一直说我很丑，然后所有观众看到我都说小 S 眼瞎了。我没有说你丑，是说像男人了。你知道王以璐很迷恋李久哲，我刚才看他表现应该是这样子吧？听说他是你唯一要求合照的艺人。是真的？哎，你是来真的吗？我是来真的啊，我真的超喜欢他，真的吗？所以我才会答应，因为本来是要另外一个老师教我，我说我不要。可是你那么喜欢他，你愿意在他面前看露出你那个熊样啊？因为你等下唱歌会是很可怕的。哎，王以璐是你喜欢的类型吗？很漂亮啊，很漂亮，她很漂亮，就不男不女也 OK 吗？对女生就是要。倾诉感情的歌曲，你都会挑哪一首歌？你最拿手的 You Are So Beautiful。哦，来，你站起来，让他对你唱这首。哇，改成 You Are So Man 了。王以璐一定要成为名的吧？我是说在一起。
为什么？你不是也迷军中的一些东西吗？我哪有？我没有办法跟人妖在一起。你是？他不是人妖，我们再次声明。王以如是中尉退役。露今天降穿就是他只露出他还不错的地方，所以你感觉整个很得体啊。喉结吗？王一露小姐派给了陈威明先生。绝配啊，绝配！好，连长碰上士官长，绝配！不用选啦，不用选啦，这套啊，不用选啊，就打仗啊，全打仗。战场，所以人一定要好好的面对。他说，为了证明他不是士官长，他常常现在上康熙就是穿很辣给你看。对呀，你看，哎呦，好辣哦！是正面还是背面？这是背面。看不出来吗？你说士官长干嘛把衬衫扣子开到这里？是不是？田径队第一名，就跑很快，全台湾第一啊！全台湾第一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可是几秒，所以这样后来怎么会没有进入战队呢？后来是没再跑了吧？所以如果歹徒抢你的包包，你绝对追得回来，对不对？我一定会追。我不会抢士官长的包包。有人问过我说你是芙蓉妮吗？要不然就是说你是陈思璇吗？要不然就是说你是模特儿吗？都有啊。那王以露是被问什么？请问你是士官长吗？这个现在大家就不用问了。我今天早上从那个中天进来，士官长好。你说连中天的警卫也在玩这个游戏吗？各大电视台的警卫都在跟我玩这个游戏，而且远远的就跟我讲，我都快受不了了。以露终于被康熙逼疯，叫他从军了。王以露，恭喜你哦！叫你从军快乐。请问谢谢国防部的真正陆海空哪一支？我是上尉，我是财务官，所以是总算愿意入伍了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我去拍极光日啊。你真的是被我们逼着跑去当兵的吗？没有啊，就是长官就说哇，我好有那个，一看到我就觉得我是军人，形象好好。然后国防部就一直透过各种关系打电话给郭士伦，然后所有去拍那个举光日的艺人，就他就问他们我的电话。然后就找到我要我去拍。举光日不就是为你而设的吗？对啊，不是你演举光日，是应该你看举光日才对。什么？是我去演。说好小，人家不会生气，对不对？其实不会，其实好小还好，好小就是很像开玩笑说啊，你在说谎，你在干嘛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如果说王以露是女的，然后观众就是好小。什么？你觉得呢？哎，这个说法好贴切。好小，她哪是女的？男生哥。哇，这首歌吗？王以露好适合唱这首歌哦，因为你也是走位的女人。乱讲！我拒绝鼓掌。完蛋了，王以露你进不了义工队耶。为什么？我可以跳舞啊。好差哎！你穿的是新的伞兵的衣服吗？你的降落伞到底藏在哪？这里好不好？不知道妈妈有在气我是不是？妈妈不是在气你，妈妈只是觉得很难过，所以我今天要在这边跟我妈妈道歉。她根本不是来跟她妈道歉，她是来骂我们两个。对，才不是。她口口声声是要跟她妈道歉，其实是还反暗讽我说我讲话不那个羞辱人。没有，就是妈妈，我真的要跟你道歉，就是你把我生为女儿身，可是一直被你是女儿身啊。阿姨，我跟你讲，电视上看不准，本人看真的是很像。我是女明星，你干嘛穿女装？你怎么离那么近？怎么样？没有遮掩耶！终于查到你了，李伟。我们三个都是模特啊。两位是吧？有一位是男模。我以为他是同性。他才不是我前男友嘞！没有，他不是你前男友，他是你当时当兵的长官。王以露每一次失恋的时候会在家哭多久？我现在就想哭了。他那一次就好久。
真的、哦？那请问他一边大概就两个月了吧？需不需要安慰他呢？还是让他去？就让他去了。他会跟你说哥哥我怎么样被受伤啊什么那类的吗？就被踢，被踢嘛。好啊，多加两千车马费。比如说蕊脚本蕊蕊啊，他电话来了，我说怎么样，男朋友打给你，像他跟张天麟也会这样子、啊。张天麟很爱泡温泉。哎，张天麟看到你裸体有没有痘痘啊？谁？你养我吗？你先裸体，我先。好失礼。你为什么还在？我收回，我收回。我说要情侣交往，关你屁事啊！我真的太无聊了。你老公看到你很喜欢。最近莲有去做什么事情吗？啊，没有啊。好像有。是什么？好想不到哦。他都不晓得哪里怪耶，我觉得你是不是打了肉毒？没有啊。杨鹤群他脸有没有怎么样？我知道你丰唇。哎，我现在是丰唇。没有那么自然。对啊，而且现在军中都有提倡这个吗？还是拿补给证有八折？因为现在微整形很普遍，你也不需要不承认。对啊，我承认啊，可是我又没有整。所以你弄了什么？前额是发片吧？不是，是真的啦。因为真的要刘海啊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刘海留长就是弄卷啊。之前你们看到我声音，现在讲话声音是幕后配音吧？你怎么一直用娇嗔的声音啊？我声音蛮这样。你不用承认已经有破音耶，他感觉怎么很气派？因为你吃力的话，你就不要这样硬来啊。他要承认什么事情？他没有做任何事啊。可是你有承认，就是因此获得好处吗？好处啊。对，就上康熙以来，就除了被警卫敬礼之外，有啦，我有接了那个聚光日。聚光日，讲真的啦，真的吗？演什么士官长？好笑，这个好笑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然后所有在营区里面的真的士官长女的全部都跑出来跟我合照，她说我是他们在演艺圈的代表。你是演男中还是女中？女的。说实话，杨志洲他不像男生，对不对？那他是什么人？说她是美女啊，所以我以为他们会帮你讲话的啦。然后有一次我哥就突然间就是看完康熙后就跟我讲说，我都不知道我妈生的是男的，就是我都不知道原来我有的是弟弟不是妹妹。我就哦完蛋了，沦陷了，连家里最后的这个城堡都已经不保了，那种感觉。所以妈妈后来有去翻那个出生证明吗？啊，你妈知道我是女的。思嘉今天是索性做男人打扮吗？对啊，因为我今天不是来自取其辱的、啊，我就先把它封到这里来了。我跟你讲，做男人打扮都不会赢真正的男人。谁？哟，我输了，走错路线了。一路也敢写吗？我觉得一路应该是恨他们三个吧，他恨全天下所有的女人。来，王一路，我们看你的答案吧。你看，你怎么可能这么准？真的是怪怪的，他心态一定会扭曲的啊！你刚刚真的跟白露讲说，你们两个当初是公司胸部最大的。我以前真的胸部有低罩杯。然后那时候你有很胖吗？哦，我那时候比现在胖10公斤。减肥的动机是什么？哦，我那一次要当兵了。照理说母女不是要互相鼓励吗？不是，就是说，喂，我妈妈问我说，你要不要去做胸部？所以你妈发现她是生儿子了，是不是？我儿子还坚持要以女性身体来闯荡演艺圈，这好像人妖哦。不是，你的脸型比较男生啦。嗯，夏雨茶就是一个小脸。我终于找到我人生的新目标，我立志当人妖。真的是人妖。哎，有人不小心叫你七七哥吗？没有，明明就是一个女生。
出来。薛姐是年轻人吗？我是年轻人啊，干嘛这样讲？你上次已经说我是人妖了。像吗？我有说过这种话吗？而且那就刚好我隔天去中部做活动，就大家都跑来安慰我说：“哎，你真的不像人妖，你真的很可爱。”没有，因为我上次打篮球比赛的时候，他要去当啦啦队加油嘛。嗯，看他没有化什么妆，看起来还蛮清秀的。不像人妖吗？像没有化妆的人妖。哦，不会。观众朋友们，赶快按到36台。干嘛这样？有好东西要跟大家分享，有好东西要跟大家分享。等一下面具拿下来，直接演唱《学霸掌握力》。不要！拜托，你们卸妆也是要彩排的。卸妆还是很像人妖吗？我整个要大哭了啦！我是人妖，这样客人会生气哦。太像男的，额头可以拍。额头不要，额头不要，额头痘痘多。因为已经够了，东西够了，够多。干嘛这样？啊，所以在我拿到面具前，你知道睡衣还要包奖什么部分？睡衣没关系啦，真的哦，脸已经很敬业。一二三，吉吉，有差好多吗？碰什么？你敢碰太大声了吗？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人家就觉得你像男生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没有吗？是因为我的个性哦。所以说你像人妖的只有我吗？只有你，真的只有你啊！我好寂寞，只有我一个人这么觉得吗？老实说，那天高阳哥也这样觉得。哇，吉吉今天有点像男的耶。本来不就是男的，你到现在才发现这件事，不好意思说他。我就曾经，我那时候为什么会突然下定决心，就是我不要再晒那么黑了。就是有一次，那时候我剪短头发，然后晚上我就坐计程车，就一上车，司机先生就问我说：“啊，弟弟，你要去哪里？”就整个因为我又黑，然后又短头发又高。所以你就当时就顿悟了，等一下啊。可是你留了长发以后，就是像男生留长发啊。哪有？哎，今天同样都是男性工作吗？嗯，陪母猪啊，陪母猪。今天，所以 Gigi 你是今天是来参加，是因为你也做的是男人的工作吗？兽医、啊？没有，你说你是订房博吗？没有，是你的啦。请问是哪一位明星做过帮护照打洞，请举手。我。你这护照都是我做的、啊，所以那工作是要真男性是不是？没有，今天遇到的要蛮力，现男性，哪有那个经济才这么大而已，好不好？请问那时候你几岁？那时候我16岁。如果打错，你也无从改变了，已经打洞了。我常打错，那怎么办？浪费一本，就只能把它弄掉啊，重弄。等于说那个人的照片就是要重。没有没有，那个都是全新的。所以如果那时候有人希望委托你做假护照，你是可以做出来的。不行啦，你可以带出来，对不对？对哈，对啊，没想到。有搜身吗？比方说每天进出的时候。没有哎，就搜完只会说，哎，原来是男的。我真的是啊，好生气。打那个洞的那一刹那，需要很大的力量吗？需要，你要整个人这样压下去。一定要当过兵的人才行吗？没有。而且他还有一件事，就是你一定要对齐，因为如果有点歪或是有点偏。其实都会被，所以你的工作很重要哎。对，你看你们全台湾都靠我耶。那有制服吗？没有，所以就穿超正的去。有打扮吗？就每天都超短裙。所以你16岁的时候已经就是个变成女生了吗？就已经登短了。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是女生，当时还没入伍啦。你可以讲别人的故事，他就说，哎，那我现在告诉你哦，这是我听来的，这是我朋友跟我说的，或是这是哪一个艺人跟我讲的，柔性的推荐你说谎是不是？然后你有试过吗？没有，我就说哦，我没办法，因为那真的不是我的事情，我讲不出来。所以，因为你们聊的话题很窄，只有男儿身当兵。吉吉，所以他们当初就。没有，因为他们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。然后在大概就是我刚进电视，大概几年前，然后我跟 Junior 是退伍的时候了吗？我没有当过兵。那 Gigi 也很男生啊。我没有，我很女生。我刚认识他说他真的蛮大只的，所以一开始没有那个情愫。你说 Gigi 啊？不是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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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Gigi 不是很男生，他是男生。哎，他在 Underground 很红哎。Underground。你说在地下组织？地下组织没有红好面看。不是啦，就是他以前啊，就是会让人家崇拜的那种女生，因为他以前是在臂力太强，对不对？他以前职业很红，他以前是那个音乐的 DJ 耶。对。然后他在更之前是马丁戴夫的店员。然后那个都是最新潮的，以前就很多人会跑去看我。哎，其实我今天在买那个麦当劳的时候，还有人说我真的很女生，一点不像男生。大家去马丁戴夫店看你啊，嗯，去看病吗？以为马丁戴夫是医生。
曾经有人问你的事情，因为你英文名是 Martin， 是啊，大哥 Martin， 失敬失敬，感冒那咳嗽一直好还臭脸给小哥看，对，就是在三四年前，那时候我刚就是开始退伍的时候，是那时候就是刚一屁不太懂事，一屁，这人生话题要继续多久回来？什么？怎么？每每听到就觉得很好笑，我竟然可以穿洋装来耶，还是很像，还是军绿色的洋装，你还要忘情不了东京那个日子。中间我们有到一个休息站休息，然后上厕所，然后小哥就在那边看花，然后我就站在那边，然后小哥就说：“妹妹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花呀很漂亮，而且很难得可以看到。”然后他就跟我说：“哦，这个花是什么什么。”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有一点开始有一点愧疚了，因为我觉得他，因为你不是妹妹在逗你，我是弟弟。Gigi， 你最惊讶是谁？我蛮惊讶 Gigi 的吧，因为会找女生拍 MV， 一定是要找当女主角的。可是他是男的，要演什么？怎么会找他？没有，而且他还找我拍了两支，而且是他指定的。像这样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他们看中你什么？可能找不到罗百吉，只好找。本来罗百吉答应好要来那个客串。就是拒绝价码是200万，200万买他一个电信人，你是哪里的厂商啊？族群啊，男女通知真的是只有90万的预算，那我可能要再就问一下公司。可是因为我们这个公司会下很多的预算去打广告，我相信他接到的话，对他的曝光量有很大的帮助。对啊，就是Gigi虽然只赚了90万，可是Gigi形象会一直出现在频道上。好的，那我而且会让他着女装出现。这是加分吗？这是加分吗？好的，那我会先呈报给公司，然后我会尽快与你联络。可是我们今天下午就要做决定。好，那我会尽快，就是赶快跟你做联系。还是我按保留，你再赶快去问一下。好，再保留了，大头再保留了，赶快去问你的艺人怎么办？快啊！穿女装 OK 啊，虽然违背你的本意，是不是？只要穿女装我都 OK 啊。等到他回来回你的保留哦，你已经再接了，可是我们预算已经掉到15了。好。啊喂，你好。因为金融风暴刚刚发生，真的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现在立刻接到消息，我们日本的分公司倒闭。老板就说现在真的只剩下150000的预算，不知道你们还愿不愿意？哦，那没关系，不如我们就下次。可是如果他要穿男装，我们也 OK。一穿军装。哎，150000呢？也是。对啊，画叉。想说可以穿女装出门就可以了。后来康熙被小 S 讲说像男生这件事情，回去你会安慰Gigi吗？我们没有讨论这个，因为我们俩就一起大笑了。对，所以你赞成我的说法，还是你会觉得说其实 Gigi 很漂亮？其实很漂亮。那你觉得 Gigi 比较漂亮还是陈汉典？当然是 Gigi 啊。徐熙娣，你有给 Gigi 惹过一个麻烦，还有妈妈在百货公司生气。哦，对啊。那个是怎么回事？就是有一天我跟我妈去逛街，然后我妈想说，就是我们去看看内衣，我就说好，我们就去楼上逛。就一逛，然后那个小姐看到我就说，哎，你怎么会来买内衣？就说哦，没有啊，就跟妈妈逛街，刚好逛到，而且我就是很开心，这样跟她聊，然后心情很好。就她就说不是，我是说你是阿斌哥啊，你来买内衣干嘛？你妈怎么样？我妈整个大翻脸啊！我妈她已经退伍了，讲几遍了？不是，她是女生。请你妈澄清说你退伍就好了。我没有当过兵。他有跟你讲过他在我们节目被欺负的事？不是，我自己看的。哦。我想挑死你。不过如果不讲的话，看不出来他是这位明星的妈咪。对。他们两个型很不同啊。像啊，我跟你讲，他跟我一样啊。像吗？我们是内心温柔，外表坚强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因为你是外表是。
弄得中性，可是你的脸是非常女性化，是漂亮的女生。你是故意在捧我吗？不是，可是你的小孩，如果我没有对错的话，他是外形想要弄的女生，可是脸长得很男性化。他从来没有把他要弄得像男像女生，就他有刻意想要弄成是漂亮的样子，可是算了，我不是他妈，我又不好意思。我跟你争什么？你妈妈很漂亮。对啊，对啊。所以你的话是就帅气，像爸爸吧？我对我长得很像爸爸。哦，你干嘛？也很好看，好不好？所以他跟你是在三年前才。对，互相找到是不是。因为我爸爸跟我妈妈两岁就离婚了，你不要哭哦。然后怎么了？我被遗弃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心酸的故事。嗯，当然蛮心酸。然后因为就家人那时候爸爸那边一定都会阻止嘛，所以其实小时候跟妈妈没有太长。所以你小时候是跟爸爸长？我跟奶奶，跟他对，还有两个姑姑。所以他们有刻意希望你不要跟妈妈接触，是不是？嗯，就希望比较少来往比较好。那家里头看得到妈妈的照片吗？没有哎，没有，全部没有，都没有。但是奶奶有给我看过妈妈跟爸爸结婚照，所以你对她的国中样子是印象比较模糊。小时候我会觉得一直有一个阿姨去幼稚园看我，就是她。对，不带不同的叔叔哦。我还在想。我妈很可爱，因为她其实上礼拜眼睛才去动手术，就其他本来我就跟她就问她说，哎，你礼拜二可不可以，就是今天可不可以录影？她就说。不行啊！我说康熙耶，他说小 S 吗？我去，不是在杀你，只有我给你们战斗的力量，要感谢我。你经历过中间是恨他，或是有哎，因为我就会觉得妈妈为什么就是不跟我联络，不找我？因为其实他找得到我，对啊。然后后来就是那集节目播出了，然后隔了好久好久好久，快一年的时间。然后有一天公司，我的经纪公司打电话给我说，有一包快递。包裹是我妈妈寄来的，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很多那个就很害怕，然后我就说那你帮我打开来看好了，因为其实我自己有点不太敢看，因为我很怕内容，怕是炸弹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就是后来跟爸爸有一些误会，所以就军装，比如说你也逃避兵役够久了吧？今天才逃避。没有那个当兵的兵队，所以同事帮你拆开了。对，就是公司人帮我打开，然后他就说，哦，里面都是我小时候的照片，哇，就很多，一张都没有啊，没有，都在在我那边，我就把整摞全部寄给他。天哪！他讲了一句话，后来跟我联络以后，他说我原来也曾幸福过，真的，他不知道，对啊，然后，哎呦。那中间那段时间你的心情是什么？因为我从国外才回来，我移民出去，我移民出去，然后再回到。你不知道自己在做明星吗？我回来的时候我知道，我看到以后，但是我朋友没有人知道，对，没有人知道他当过兵吗？哎，基基，你今天要讲的这个人，他真的是。你自己也觉得不像，可是别人都一直说你们像。对，我本来完全觉得我们俩一点都不像，可是被讲到后来，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，说是不是我们俩真的很像？因为连我妈妈都会认错，而且连我周边的好友都会叫错。你妈妈都认错？妈妈都认错。我跟你们的五官不像，你们唯一像的地方是男性魅力。对，妈妈应该是去部队探亲的时候认错了。反正阿兵哥。那如果一定要讲像的话，他像你的是什么？是脸型，还是气质，是身？身材吗？都有哎，因为我们两个身材真的很像，就都瘦瘦高高，然后脸型也都瘦瘦长长，然后很不巧就刚好我们都剪了一个短头发，然后又很不巧就是他一剪刘海，我也去剪刘海。徐琪是高的女生吧？徐琪高是不是？多高？169。哇，169，好高哦，比小 S 高十几公分呢。你还敢这么跟我讲？带什么吊带来？吊带不来耶？算什么啊？真的，你才是台湾第一美人呢。徐琪她他被多少人讲过像你？很多哎，而且就是走在路上，路人都会认识。是化妆前还化妆后？都有，你们就是很奇怪，都有，很奇怪。而且是连我们去参加时尚 party， 另外两位来宾觉得他们会像吗？像哎，你就是外，我觉得会像，那个型很像。还是说因为他们被开的玩笑是像的？对，我觉得有可能。好，被认为像基基的这个人是谁呢？我欢迎他出场。很像哎，有感觉吗？感觉很像，哪里像？没像啊 ！OK， 我懂，是男的，可是像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两杯攻击。久违哦。是那个气概像吧？气概真的，真的很像啊！所以你们俩如果
开场拳击赛的话，谁会赢啊？看路吧，看现在打的心情有力气很大。哎，请问，像了以后有变朋友吗？有，真的吗？是先像才变朋友，还是我们先是朋友，然后像了之后更好？那我们也要变朋友，走开。不然你们假的这一对有访问，我看你们问些什么，你们问一下。啊，好难。你们退伍多久了？陈佩、陈汉，你自己亲眼看这两个人像吗？亲摆在一起其实就不太像，但是那个感觉，什么感觉很像，可能发型吧。不是，我觉得他们像的地方是小鼻子、小眼睛、小嘴巴。你是骂人吗？小鼻子、小眼睛都大，眼睛都大。王以璐眼睛很大，好。对，对啊，眼睛很大。不然我们看背影好了，然后一二三，意味着一模一样。哦，他们的站姿非常像，背影像。因为你知道他们都是这边会往前凸的，对，就是他们会站。可是年轻有什么机会是背对镜头的吗？对啊，就背影像。所以我们今天要侧面当侧面，所以背影像也侧面，路上面啊啊，侧面，然后是扁身这件事吗？啊，他们会位凸啦，对不对？是往前这样位，然后他们的腿长的那个程度也差不多。金小琴竟然说他们位凸。这是礼貌的事。你看，在嘈杂当中讲了很多话。没事嘛，还没出来嘛。你们所谓背影像是走在路上，朋友会叫住你说：“哎 ，Gigi， 结果是王以璐这样。”对，我们还有过一起去唱歌，然后结果他先进去，然后结果后来我又进去，人家就 G， 哎，我好难懂，怎么可能？为什么有人会从背影叫人？就背影根本认不出任何人，可是很多人很喜欢认背影，就是他自己以为就是自己认。因为我也很喜欢说，哎，那人背影好像伟忠哥或什么的，然后就真的赶上去叫，就会想要冲上去，就会经过说伟忠哥叫叫看，如果他是的话就转，就小声一点。对对对，像小柔有一次就是啊，他就看着我们两个，然后就要叫我，然后就一直对着他，就他就整个愣住在那。你们两个好像，然后就走了。对啊，所以连圈内人都会认错。来扒过来，嗯，来看一下侧面。好像，好像哦，像真的好像哦，不像哦。背影，但为什么你的头会往前垂啊？背影一点都不像，背影不像，背影不像，小巴背影很像欧巴桑哎。对呀，这边怎么？哇，你好大，我背好黑哦，而且皮肤好粗糙啊。会，没有见过。你干嘛一直骂他？他只不过来笑你一次。好累耶，我怪他讨厌你。请问相向之后，意思是说，如果制作人找你们的话，会说以璐或者吉吉，随便哪一个来就好吗？会耶，我有过，就是跟我很好的一个公关公司的朋友，他说，如果想要找你主持一个节目，不是节目，一个活动，我说，可是我那天没有哎，我说，那天没有什么，那我没有时间，对，那天到没有时间，他说，哦，好啊，那我找吉吉喽，对，就好，我留电话给你。有主持，但是找吉吉啊，怎么会找你？他也有，你连整句话都讲不完啊！所以你有在私自接主持哦？有啊，是合法的吗？当然。没有啊，有跟对方不接掉啊？不知道今晚会有接多少？所以你们的意思说，如果比如说我们康熙今天只要发一个中性人的话，就是你们谁都接？我们不是中性人。谁来都 OK 吗？没有说一定有不适合这个话题啊。我们很不像，适合。那你觉得？你觉得这两个女生，心里面？你说谁？你说队长。哈哈哈哈哈！金喜跟王以璐两个人哦，心里面有在觉得自己是两人中比较美的吧？有。你是常常在评价别人说这样也认为自己漂亮很荒谬吗？没有，他们是率性的女生，可爱。没有啊，有漂亮跟可爱。率性的，率性漂亮。我觉得，如果不要以就是圈的人来讲的话，就是人家会觉得哦，我们不丑啦，还 OK。可是我觉得圈内女生，我看过太多美女了，我真的不觉得自己是漂亮。所以是如果跟路人比起来，那你跟小巴呢？我跟小巴，或者是跟小 S 一样啊，他就看你们要怎么。觉得你小巴漂亮哎，啊，小巴比她有女人味非常多，真的假的？可是你长得不好看。算了啦，他现在也在梳子。他问像王以璐跟像 Gigi 哪一个比较惨？啊，难选呢，两个长得都好看，真的很讨厌。要出局了吗？像王思佳有高兴吗？
还不错啊，至少没有说我像男的。每一个人都有上完康熙然后想要哭着跑回家的心情吗？完全没有啊。李璐有吗？我刚开始的时候，一开始那个时候有一次来录节目，然后我记得那一集是要穿睡衣，所以介绍女艺人穿睡衣。然后可是那一集从头到尾都是在讲张先生，然后还有在讲说什么我们的交往过程。然后我就觉得好受伤哦，不是要穿睡衣吗？穿睡衣还被人家羞辱，说什么像男的，然后又要讲到绯闻，等于又要说像男的，然后又要剖析自己的感情世界。对，我就觉得哇，都是我的地雷。可是所以哪一个比较好？是剖析感情世界好，还是像男的好？我觉得那一次过了以后，人生不过就这样嘛。对，整个就好了。也是有正面的影响。你是真的耶，我第一次是跟说像人妖啊，后来我觉得像男生还比像人妖好。真的，他第一次就说我是人妖。对，大家都会这样。那一关，所以你是说我们两个真的有伤到你们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曾经，我问一个很可怕的问题，所以你们以前是有在恨我的人举手？恨是恨到没有，讨厌，就是每天天气政治有没有？也没有讨厌，只是回去会说，哦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怎么都接，就是没有人在问，没办法接招。那会不会说，会不会跟自己赌气，说我起码三个月不要上康熙？才不会了，钱还是要赚，过不去啊！你都准备好，比如手机这些东西都不要带在身上。对，每一次都会慢慢修正，慢慢修正，要怎么样来处理？所以不算是你修正什么，因为都被我们伤得很深啊。可是我都越来越武装自己啊，然后就尽量把自己弄得武装。